我被你们吓到，我的手都会发抖。哎呀，不要那么紧张好了。不会啊，老师，你别紧张。等一下我就不会紧张了，一下子一开始我就会紧张。就是 ，you have to have three branches。这个是三叉了啊、哦，那九鼎呢？这个叶子这边。这个叶子这边，这边一个啊，从这里开始，我们画它啊。这个边一个叶子了，这边两个叶子了，在这边，这三个叶子。这个一组了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叶子、两个叶子、三个叶子啊、哦，三个叶子，这边够筋，这边也够筋，这个样。那然后这边呢 ，same 一样的 ，same thing， 一样。这个从这里开始，这边有一个叶子，这然后这边呢又一个叶子，这是画牡丹里面最重要的一点，一个叶子的长相。一二三，这边还缺少一个。这一二三，这边也一样，就是